50万买的兽奴长得人模狗样，却连人话也不会说。啊，我在期待什么？那够了，听见了。亲爱的安娜，我回来了。怎么，庞志还没死心？你死了，继承遗产的就是我了，永别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兽奴而已，我来。狼王守心，可让他起死回生。只不过那是无价之宝，即便是努瓦小姐您也得散尽家财。他值得，我愿意换。傻狗。一醒过来就撒娇，都不管自己在哪儿吗？不过有你在，哪里都好。